who I am. I'm making a new plan, rearranging my life, and I won't look back ever again. Yeah, you ain't see me activated. You better hope that you never see me agitated. I think about my actions, plan them out, evaluated. That's how I end up on the top, man. I'm calculated. My mind's a weapon, my body is the engine. I'm never second guessing, I just do what I was destined. Cause I feel I got the blessing, persistence and obsession. That's how you keep progressing. I already learned that lesson, yeah. I'm changing who I am. I'm making a new plan, rearranging my life, and I won't look back ever again. You can't stop what's moving. You can't stop what's moving. I'm changing my life, and I won't look back ever again. No fear, see clear, you deserve to be great. I know it feels like things get in your way. Push through those walls and the others will fall. Sit up, stand tall, you can get through it all. I need some energy, anxiety's no friend to me. I have a short memory, I don't really remember things. That's how I move on, that's how I stay strong. A new day's on, I'll keep moving right along. And I feel like the pain in the past, it needs to stay in the past. You gotta take off the cast. I wanna feel like I'm a new person. I wanna have clear vision and purpose. And I feel like the pain should last. If you can move on and past the things that make you feel bad, and you can change in your brain, I'm certain. I've done it before and man, I'm not perfect. I'm changing who I am. I'm making a new plan, rearranging my life, and I won't look. <音>谢谢李承铉队长为我们带来的队长大秀，谢谢我们所有的舞者，谢谢大家为我们呈现这么棒的作品。首先我们要请李承铉队长和大家聊一聊，感觉今天我们的四个队长也用队长大秀在向大家表达着这一季走过这就是街舞第五季想要对观众想要对选手说的话，所以李队长也跟各位来介绍一下今天自己的这支队长大秀吧。街舞五第一次要邀请我来当队长的时候，我特别害怕。我是一个特别热爱 舞蹈的人，但是我一直对我舞蹈的实力不是那么看好。但是呢，我觉得这一次的主题 Battle for Hope 可以给一点我自己的一些经验，我自己的一些审美，如果能够提供帮助，我也参与过年轻舞者们的一个很光亮的一个未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一个成就感。其实为什么我这一次的最后的队长大秀的作品选择跟陈世航来完成这个思考着这个作品，是因为我们上一次录制的时候有一个进到半决赛的选手们，他们都有写一个自己的愿望和最大的遗憾。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世航当时说他很可惜，也希望可以有一个机会让更多人看到他的舞团 Killer Squad， 所以这一次呢是跟他的舞团 Killer Family 来完成了这个作品，包括整个编舞整个创意，我是给了所有的自由空间给世航来完成他自己想要的梦想。对，谢谢李承铉队长，最后的队长大秀有一个这么温暖的选择，我们也来听听世航总决赛的舞台爽不爽跳的？太爽了，就是因为就是其实
我们在就是我在上一期的时候，然后不是被淘汰时有个心愿清单，然后是说自己的愿望嘛。然后我其实来这里，我最大心愿就是可以带我的 Killer Squad 他们一起来到这个台上去跳给大家看我们的舞团。然后很感谢炫哥，就是在淘汰第二天的时候，他就选择了我，然后让我去实现我的愿望，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包括其实在合作的期间，我们这个作品的灵感来源也是来自于炫哥在节目中带给我的一个感受。因为很多时候炫哥平时看起来他在思考的时候或者在表达的时候云淡风轻，但其实我能 feel 到他内心里面的火热，就好像我们这个作品一样，是一个外冷内热的一个感觉。对，没错，其实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一季李承铉是一个特别温暖的队长，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厉害的被动技能，时不时就可以触发到，就是翻译。之前李承铉队长还上过微博热搜的一个这个标题，就是李承铉在街舞五打了两份工。关于这一次特殊的经历，这个被动技能，李承铉队长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回忆吗？太多的回忆，其实这个翻译的功能我倒没有太多少回忆，但我非常开心我这次能够参与到街舞五的这个节目录制。我这次认识到了其他的队长也好，但是认识到了很多的有大的梦想有大的热情，真的让我想起一个人对于自己的热爱，对于自己的想要做的东西，他会付出多少的努力。其实我们整个节目录制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不同的环节，平时跳某一个舞种的舞者，他会被逼的跟别人合作，有可能他自己是一个 battle 相场的，要没办法就必须得去做作品。我觉得这一路上我看到了他们的很多的成长，包括我自己也很开心，我觉得我自己也有那么一点进步，有吗？对，所以我非常开心。然后这个录整个节目这个录制的过程中，我希望我的这个点评是没有任何坏意，我还是全通过我的感受来，然后也有过我自己的人生第一次 battle， 也是看舞者们的这个很嗨，就这么简单，对。作为我们这届的观众，我们在李承铉队长身上看到的除了温暖就是真诚，对不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也收获到了很多观众对于李承铉队长的来信，我们也挑选到了一位，这位叫做红鼻子的网友说，承铉队长第一次来就被圈粉了，感觉承铉担任队长和翻译两个角色太厉害了，而且点评也都非常到位，很专业，希望承铉队长多多跳舞哦。对于喜欢自己的来自于我们浙江的观众，队长有什么要说的？我也会像选手们一样一直保持我的热爱对舞蹈，我会继续，对，不一定好看，但我自己喜欢就好了。谢谢，再次感谢李承铉队长和我们所有优秀的舞者为我们呈现的队长大秀，谢谢各位，谢谢。那此时此刻，我们除了要感谢我们现场这么多的观众之外，我们要感谢很多浙界的观众正在直播间当中关注着我们今天晚上的比赛。所以经过了直播间当中大家的努力呢，现在我们已经成功解锁了第一个返场的表演，马上我们要看到的是杨凯带来冠军秀严勇，舞台交给杨凯。